安宇，我搬过去跟你住怎么样？好啊，奶奶，你就把你的那个屋子续租给他吧。可是我在结婚之前，我还想跟安姐一起住。啊？怎么了？我就是舍不得安姐嘛。傻来来，我们不是还是住在一起吗？啊，未来还不是我们四个人一起吃饭，一起喝酒？对呀、啊，你是不是傻？我又不是大灰狼。我怎么可能把你当小白兔吃呢？再说了，以后那边就是安宅，这边就是金宅。哎，咱们再往未来展望一下啊，未来这二位就是户口本上的第一位，那想怎么组合，那还不是他们说了算的呀？对，老师啊，你怎么看？当然听你的，韩老板。干杯！干杯！就户口本。这个，宝宝、你还没搬过来，怎么就把这些娃娃搬过来了？我不得让他们先适应环境吗？那今晚你呢？我就住这儿了，邵总在给安姐收拾东西呢。夫人呢？今夜天色已晚，不如咱们叫早日就寝。想得美，你睡沙发，我睡床，拜拜。别别，宝宝，今晚我想睡你的床。拜拜，晚安。喂，哎，宝宝，别闹，里面那么危险，不得我来保护你啊？这位新的室友，从今往后呢，我们就要生活在一起了。我还是非常有必要给你介绍一下我们家的格局。那间呢是我的房间，未经我的允许，任何时候不可以进去。在遥远的那边就是你的房间。这间呢是卫生间，这间是储物室，这边是客厅，这边是厨房，后边还有一个阳台。既然你都那么清楚，我也无需多言介绍了。希望从今以后呢，我们本着礼让友爱，共创安宅美好和谐。